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然后我们来标局，找一个传闻。名刀天灵，太帅了！这把是最强的吗？吸取月光之灵的锻造，可惜你买到肯定是假的。好帅哦！好，那这边拿完应该是没事的。我们先去大象国师好了。好，应该是没东西了。好，走吧，去大象国师。好，我们来到大象国师啊。可是，哦，看到了，超市在这。这个要怎么弄？我怎么觉得有点难？累死我了！没解完会怎样吗？解开来应该没关系吧，友好程度应该不影响吧。好，现在找东西。回想我当年奉命率军北上迎敌，蛇酒，盘玉石，乾隆玩兔子，藏在这房间里的故事之间。哦，梗不够是不是？那我读个挡在一次好了，梗挂不够，
好，我们重新把那个八卦升起来之后啊，这边应该就有提示了。两本书之间龙子池玉露雷池，感慨乱世多变数，湖光山色宝镜藏。赵匡胤。你就是你，这次问世你就是小溪村调查事件的，是一起追查开封府邸贪污案，也是一起对抗魔女教的赵生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飘渺虚幻的大宋公主。嗯，生儿，他是。不惜举国与辽国一战，让公主和亲化的和平，但未尝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出现啊。若是对方态度冷落，就能得寸进尺，虚守无度。游轮上马，暂时多起起。如此大规模准备，本来就有些诡异。两国边境几乎无战事，的确没必要在这时候挑起战端。过了一阵子之后，吹嘘哦，这是你之前那个吗？请公子回宫，别让他苏明远为难，别让这家伙苏明远的人，我来帮助他，我们趁机离开。
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来比划比划吧。我的刀友会改变的。功夫底子不错。可恶，没想过。哦，他是用冰系的。哎，他是不是也天际刀法？蛮像的。帮忙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功夫底子不错。可恶，没想过。可恶，没想过。好痛！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快跑，快跑！功夫底子不错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功夫底子不错。嚯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学屁哦！修会无情。不是，他也会天气刀法，不错。修会无情，杀！嚯嚯，杀！功夫底子不错，没闪过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杀！嚯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功夫底子不错。你这样这么强的，对。嚯！功夫底子不错，痛。有机可乘。修会无情。杀！嚯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修会无情。接招吧。功夫底子不错。轻轻在，瞧你我！混蛋！哼！杀！功夫底子不错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哼！说会无情。哼！功夫底子不错。一米多大也不得。快！哎呀，太大意了。给！有机可乘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哼！给！一点多大一点。功夫底子不错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有机可乘。杀！嘿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功夫底子不错。现在，现在。死鬼无情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功夫底子不错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太大意了。杀！一点都来不得。杀！杀！功夫底子不错，修会无情。死！有机可乘。无情。还没啊。功夫底子不错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真能打。清醒点吧，好好想想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
蛟龙大法。看一下蛟龙大法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心法吗？欸、真的，暗静。好，我刚刚拿到什么？把那个裂钻了。好，我们再去找他。为什么要找他？是因为我们想要带他去找做炎怒的支炎喜的支线啊。想说，因为昭真有跟炎怒有一些就是剧情上的安排，所以找他可能支线会有一些碰触，也不一定。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还没有讲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就先说啊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主页放的图片按下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